刘邦海地动乱，乌道攻击两座港角，四千个犯人趁机回逃走，至少有12个人伫咧抢战当中死亡。北极狐狸和人类掠到要断种，气候暖化嘛冲击因的生存。两位有动保人士伫咧野外抗饲料抢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山梨县议会今日通过法案，对7月开始，若要对因的境内结电步道被附属山，都要加纳2000元一票的通行费。我望是会当解决游客过量的问题。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印度最近是一困就核准设立3间新的半导体工厂，要取代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争取要成做全世界半导体供应量中心。英国《Times》报道，要予人号做全世界第一美男子的法国影星亚兰德伦，今年是88岁啊，不过伊的老年生活算是真无平静。伊本人是因为伤重、伤侪钱去予警方收押。四个囝嘛，为着要争争伊的财产收购。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副总统霍金咧呼吁加沙迄边都要赶紧停火，催这哈马斯要接受协议放人质，也要求以色列迄边要增加人道救援。美国的态度开始动起。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英国货轮“红宝石号”伫咧红海去予也门的叛军攻击停起。这船顶是有载40000多吨的化学肥料泄漏出去，造成严重污染。咱的友邦海地首都太子港是发生严重的动乱，这乌道是攻击两座港角，有4000个犯人趁机回逃走。警方讲，这乌道抢战至少有12个人死亡。目前，因的总理仍是一个肯阿搬救兵，要找这联合国的安全部队来斗相共。加勒比青山一直打，警方甲武装帮派激烈交火。加勒比海多数国家海地当地初二暗时，首都太子港发生严重的降格袭击案，一间主要的港格甲附近一间港格当中两间受到武装帮派袭击，造成将近4000名犯人趁机会逃走，有10多人因此死亡。即阵将近100名犯人还到家己的安全，有关留伫港格内底，其中嘛包括涉嫌暗杀前总统莫伊斯哥伦比亚籍的退伍士兵。Anoche estuvimos fue una situación muy difícil.La prisión, el motín, ¿sí? corría peligro en nuestras vidas. Lo que hicimos fue resguardarnos. Muchos disparos. Estábamos temerosos por nuestras vidas. Nosotros los colombianos no debemos nada. Nos quedamos en nuestras celdas.事发了后，海地政府已经宣布，首都甲周围的地区近日72点钟紧急状态实施宵禁。外国媒体报道，这个案件是当地帮派主教联名做的。这帮派掌控太子港八成的区域，领袖切里奇耶不是特勤警察，外号是 Barbecue。外界认为，伊牵涉到最近几冬真侪大屠杀的案件。为顶个月二号开始，伊宣布要发动袭击，诉求推翻总理亨利政府。连续几天攻击当地警察局、机场，真侪航空公司都因此。促销航班。Nakmade polis nasional dari si, nakmade militeryo, puyo pre responsabilityo, arrêté Ariel Henry et encore fois et pas peuple qui élimine nous, pas les gazans qui élimine nous, arrêté Ariel Henry pour nous libérer pays ça, n'importe quel noir soit si grand.海地前总统莫伊斯在2021年7月受到暗杀死亡了后，由总理亨利代理总统的职务。到今时，已经真侪届拖刷总统的选举。在乌邦暴动之前，亨利已经飞去东非国家肯亚，寻求联合国的安全部队去海地协助慰安。发生降格袭击了后，总理办公室也发出声明，谴责武装分子以外，也向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哀悼。公视新闻台是董平玉。美国总统大选3月7日超级拜议。这民主党甲共和党要同时伫咧15州，佮因的领地萨摩亚来办初选，也是选出超过1/3的选举人。共和党目前是由前总统 Trump 对上前州长海利，目前这 Trump 是大赢，要代表因的党出来选，应该是稳当当。也那是现任的总统拜登，目前因党内嘛无啥人要出来甲伊竞争。伊个拜登是会利用3月7日的国情咨文，提出第二任的施政报告。我甲预测，这 Trump 上届是后礼拜二3月12日，拜登
三月十九，蔡正英当来总统候选人的局势就真清楚。When 70% of Americans say they don't want Donald Trump or Joe Biden, yes, I'm going to keep on fighting.竞选2024共和党总统提名已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七三伫华府党内初选得到胜利，不过目前伊拢总才得到24张党代表票，加已经得到247张票的竞争者，前总统川普算起也是差真济。With your help, we will win big on Super Tuesday and this November.美国总统大选要在今年11月举行，在七个关键的超级礼拜日，美国有超过15个州民主和共和两党会同时举办总统初选，各党拢一定选出超过1/3的党代表，因为在年中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正式决定总统候选人。依照规定，政党参选人必须得到全国超过一半的党代表支持，才能得到正式党来提名。若是要达到这个条件，共和党候选人要得到至少1215张党代表票，民主党候选人是1968张。大部分的美国媒体预测，川普差不多一旦确定会得到提名。I would like to see Donald Trump, on it. I mean, that's who got my vote in early voting.另外一方面，针对顶一届大选，川普指控多名民运投票系统公司偷改选票，加州萨斯塔郡决定停用这间公司的系统，在买新机器之前，先用全面人工算票。公司新闻林干编译。洛西亚顶礼拜公布一段录音，这内容是一个德国的军官在讨论要援助乌克兰登顶的飞弹。德国总理肖兹表示，这款泄露机密的事件是真大条，会好好调查。而且这段录音内底，佮讨论到要用飞弹攻击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外交部长就要求德国来解释予清楚。这段德国军方秘密讨论俄乌战争的对话，随意予各国国营媒体高层、伫社群媒体发布。外国媒体讲，录音中的德国空军高层伫讨论向基辅运送金箍咒当天飞弹佮可能的冲击。德国总理肖兹随即访问罗马时表示。这件潜在的泄密事件真严重，答应会详细调查。Der Vorfall ist deutlich mehr als nur das Abhören und Veröffentlichen eines Gesprächs im Bereich der Luftwaffe. Es ist Teil eines Informationskrieges, den Putin führt. Daran gibt es gar keinen Zweifel. Es handelt sich um einen hybriden Angriff zur Desinformation. Es geht um Spaltung. Ukraine 一直寻求德国提供射程500公里的金箍咒飞弹。小组会议则明确地表示，拒绝援乌这个型的飞弹，避免造成北约甲俄国直接冲突。不过，这段录音内容也公告安装以金箍咒飞弹攻击连接俄国本土的克里米亚大桥，也讨论使用英国甲法国提供予基辅的飞弹进行攻击。俄国外交部要求德国对录音所讲的代志提出解释。Из-за публикования этой аудиозаписи о том, как тщательно они готовят атаку на Крымский мост, на другие объект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клады с боеприпасами, и главное, как при этом хотят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сех обмануть.俄罗斯自称乌克兰已经超过两年，造成数十万人死伤。不过俄军犹原继续以飞弹和无人机轰炸乌克兰各城市。俄罗斯无人机初三攻击南部港市奥德萨，撞击一栋民家大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恳求西方国家赶紧提供更加多防空系统，以表示，若乌克兰无面临武器交付延迟，根本会当避免伤亡发生。乌克兰需要加强空防，来救更加多生命。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伫个北极，除了北极熊，佫有一款规身躯拢是白色的真水的动物——北极狐狸。过去人类为着要爱因的皮草，是甲因掠甲咧要长种。即阵佫因为气候暖化歹找食，伊嘛真歹生存。即讲伫了挪威岛东部人士，伊是伫咧野外30个所在放饲了，阮嘛会当抢救因的性命。无论是伫细里走骨条，还是目睭开开倒来休困，有规身躯白毛的北极狐狸，人叫伊极地精灵。因毛的色水会对季节的变化，冬天是白色的，春夏季会变作青灰灰色。
为了得到因身躯的皮毛，较早这种动物伫北欧，和咱人过度猎捕，差不多面临断种。后来禁捕令实施了后，才有个生团。啊，不过即马因又个面临新的威胁。If we get warmer and more unstable climate, where you get snow melt and you get icing on the ground, that is going to affect how well the rodents can survive.受热气类的利器是北极狐狸爱食的主要食物，啊，不过因为全球暖化影响，最近数量渐渐减少。为着无要让北极狐狸咬巴肚，科学家最近在野外增设30个有装饲料的饲食站。And then in the last barrel, standing barrel, we have standard dog pellets that we fill into it and that the foxes eat. 这项饲食计划目前小可有成果，北极狐狸的数量已经为18年前的40只增加到550只。暗个相关计划，原来引起议论。有人是烦恼饲食站会引起固定动物到位，也会致使疾病传播。一个科学家是质疑，在无度维持生存的环境中支持动物，无真大意义。暗个挪威自然研究所认为，目前北极狐狸要脱离断症，要真长的路要行，饲食计划必须要继续进行。公视新闻詹惠敏编译。来看另外一项生态议题，伫咧中南半岛的湄公河，本来物种是真多元，不过因为即阵水头是咧起水坝，就造成水路所为水质改变。有一份环保报告就警告讲，这河川内底有5份伊的鱼仔类可能拢会灭绝。保育人员将湄公河大型的鲢仔鱼仔放。这尾鱼重163公斤，是当地濒危鱼种。湄公河年鱼血量超过200万吨，营收超过110亿美金，是全球上大的内陆鱼场。那特殊的多元物种生态圈，更加是未少大型鱼种的诞生地。2020年出现的淡水红鳟鱼重300公斤，创世界纪录。多样化的物种环境，却因为水头的水坝工程来受到威胁。根据路透报道，位于上水头的中国建造大型水坝。偌济河川水量甲沉积物，造成湄公河水质改变，阻碍鱼群生卵甲迁徙。加上沿河各国的水利工程，沿海4000万民众的生活面临危险。The main threats to the Mekong River ar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could include hydropower dams, habitat fragmentation and degradation, overexploitation of fisheries.美国国际开发署旗下的湄公河机关计划测试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在湄公河超过1148种鱼种中，约5%面临灭绝的命运，因为无法将压力鱼种达到38%，所以灭绝的预估数字恐惊也阁会阁较悬。已经有18种鱼种放在极高风险的极危等级，包括2种全球上大的大型鲢仔鱼、大型鲢鱼甲淡水红鳟鱼。好消息是，专家应用数据指出，一个补救的机会。We haven't lost a single species that we know of yet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 So no species have gone extinct. The fisheries are still incredibly productive.专家建议湄公河沿海各国政府应该赶紧采取行动，以永续方式进行河川甲渔业的开发。公视新闻刘淑芬编译。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演唱会新加坡站3月7日起过，这6场的演唱会预告写下30万的歌迷去看，而且其中有7成可能都是对国外专工过去的。有国外媒体就访问到18菲律宾的歌迷，因就组团去看因的爱豆。伊敢若买这 VIP 的门票，一张就要745块美金，而且伊一睏就要看3场，加上这机票，佮有遮大旅游的开销，一个人伊计是要开6000块美金，好代票18万，这是超过因当地菲律宾家庭的一年收入。菲律宾即马是真少泰勒斯，连因当地名校菲律宾大学都开专门的课程。对这性别各阶级等等无同的角度探讨泰勒斯的现象，请300个学生去上课。正伫举办世界巡回演唱，泰勒斯3月底伫新加坡登台，就为美国流行天后白了，因讲是全球挡袂掉，总计131场演唱会门票早就拢卖掉了。然后伊的净资产伫去年10月超过11亿美金，成为世界上上好嘅女艺人之一。泰勒斯的音乐到底有啥物比别人较牛的所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纽约大学这些有名学校，最近拢开课来研究。菲律宾这间大学也开课，开伫广播传播系这节课，吸引超过300人选修。不过研究角度就无同款。Very important for me also is to talk about Taylor Swift fro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And what do I mean by that?
How is a transnational icon like her, how are we appropriating her to talk about our own issues, our own concerns? How are we using her images, her iconography, or the things that's associated with her to express something about Philippine society and politics also? 贵国教授讲，也对性别甲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泰勒斯现象，学生是希望就此增加见识，多多了解，深入探讨看其他菲律宾族群的状况。I would love to delve deeper into the societal issues that we face in connection to Taylor Swift. I think that she was able to empower me, and that I would want to use that guiding force to see the world in a bigger perspective and in a different view. 泰勒斯大部分的音乐拢是伊家己写词作曲，主要出自个人的生活。有研究指出，伊专辑内底每首歌曲拢会使互相来接应配合，某种程度敢若像文学的创作。除了音乐上值得骄傲的成就，伊所掀起的跨国大回响也带来无同的启发。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我来看另外一个音乐团体，是这个南韩的浪子乐团。大家看，伊是穿个啪哩啪哩，佮挂金破链。不过，因的平均年岁竟然是超过80岁啊！伊是佮因少年的时阵做事的经验写作 rap 来表演，伫咧 YouTube 顶头超过70,000人次看过因的作品。咱嘛，赶紧来听看麦。幼年韩囡仔坐几排，因厝边阿妈一开嘴都是浪子歌。每一个人拢穿跨裤、金丝鞋、金色配饰，也佮有西服帽啊、甲白头帽的带啊。念出连续暗分的歌词的时阵，身体也对咧震动，好在伊那是真欢喜。伊不嘛早起，佮你做咪穿咪穿个裤个只，你个见你个的妈咪穿个裤做啊，佮你。81岁，包传生甲七个同学好朋友住伫上兴北路七国郡，平常时是做船。细汉散车无法度好好读册，即几年参加社区老人中心的韩语课，伊伫网络看到人志讲唱表演，真有兴趣，有同学组成剧团，副名叫做顺义甲七公主，外用课程学的家己写歌，家己讲唱，创作内容也拢是阿嬷熟悉田内底代志。我就把这个鸡蛋我一把这个鸡蛋我看见把这个鸡蛋我我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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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的浪子乐团成军无到一年，已经伫地方拍响名号，福建社区甲学校受侪邀请演出，也上电视。目前马将团成员有100多人，有突破押金业绩的浏览次数也超过77,000。查某孙也因为阿妈名声得到好处。보내면서어너네할머니아니냐면서뭐이런식으로얘기해가지고아되게좀감회가새롭기도하고칠곡군에서지금제일유명한것같거든요 这几年七国郡人口大量外流，地方发展也停止，后埔全线感觉真稀微。明年南韩要进入超高龄时代，顺义甲七公主为高龄生活态度建立典范。即马有4个老大人乐团宣布成立，希望带失智症甲独居老大人重回社会。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然后伫咧非洲的查德是有一个阿姨乐团，因的成员拢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音乐治疗因身心的痛疼，即阵因阁把因的故事写伫咧歌词内底，鼓励阁较侪女性勇敢对抗，展现女性的力量。在非洲国家查德的首都安贾美纳的街头，过来妇女当地台顶唱歌表演，看因的笑容甲充满自信的表情，你应该想袂到，其实因拢是性暴力的受害者。这个名号做阿姨的乐团成立到今还没一冬，已经引起真侪人的关注。参详其中一个成员纳林佳，伊的翁婿一群娶五个某，而且一天到晚就是要找借口给伊拍。我是阮过去可能我用阮去阿个那咩，把地子金去赔美国，按阮卡斯诺卡么真难吧。纳林佳决定要离婚，即马当地甲伊的翁婿拍官司，争取囡仔的监护权。其实，这个阿姨乐团的每一个成员拢有受到暴力伤害，甲折磨的伤心往事。但是，你参加乐团了后，大家互相鼓励，嘛借着音乐的力量来替家己疗伤。Antes ni adu gutun mudu kemento ba
sanje halam ade nyani mamun ga kemeni mak tok kade mamum gom ganum ga kariu mpe kol kariu mpe pujiam kariu阿姨乐团甲因个人的故事、甲痛苦的经验写入笔歌词内面，参像因发表的第一张专辑内面有一条歌，叫做《家庭主妇》，就是伫质疑查德社会的传统观念，让查某人伫家庭内面受到真侪限制、甲无公平的对待。阿姨乐团的成员为过去的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转变做女性权利的倡议者，让真侪人拢感觉真感动。Des personnes qui ne se présentent plus comme des victimes, mais plutôt comme des modèles des personnes qui ont su transgresser les barrières de la violence. 阿姨乐团的歌，唔那是歌词真有力量，因的音乐嘛结合传统的打击乐器，甲新的电子乐器，风格真特殊。因拍算要伫非洲各地巡回表演，鼓励更加侪非洲的女性勇敢站出来，大家手牵手，斗阵甲属于女性的力量找回来。记者甘美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米，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